两只手喝饮料，先放这边再喝饮料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小铁，小铁，你趴着睡好不好？你趴着睡啦，你趴着睡啦。好好好，你吃你吃，你继续吃，你继续吃。边吃边睡。那你现在坐哪里？这样子睡。啊，你们呢？高哦、所以还是就老家那边嘛。因为我太累，我现在刚刚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到高中工作。在哪边？在那个三林书店那里，吃饭了。好。高雄。嗨。阿贝，对阿贝，他叫阿贝。真的啊，阿贝啊，阿贝。弟弟。那你要礼貌。